快乐，珍贵，充实，激动，有意义，独一无二，非常啊，独特，熊出没，熊出没，熊出没呀，那还是熊出没比较可爱。开罐的演出，我们在训练，4年后的儿子，现在有多大了？我都要毕业了。对对，我是毕业了。大学就快毕业，大三了。我说不定在学校食堂吃饭。他可能上大毕业的作品，我就开始。我说不定在唱歌，知道？应该是。研学旅行，旅行不是。我们上课，文化课。可以，我到老学到了。那会写论文。长大了一岁，头发长，头发长了。啊，不是，他说了，不好意思。干嘛不能说？就是可能长高一些吧。啊，我感觉他变瘦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瘦了，长高了，对对。有人迈入了新的阶段。18。哦，对。18。第一位破了18岁这个。关了。大家又变帅气了。对。实在没有什么说得出口的。大家看看去吧。哈哈。大家快乐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合体，这开门搞得像什么奥特曼？来了，来了！我第一句对马来奇说：“马来奇，你看看你干了些什么事啊？又把这个箱子让弄进水。”这个墨是什么？那不是，难道不是？对啊，找到渣土里在哪里？没有，没有理我。啊啊！可能是因为我为什么？可能是我喂他了，没时间喂他。来尝试一个，你先拿一个，先吃饭。我那个是找的角度啊，不是找的角度。角度可还行，我那个是长得就很难，我真的会抽筋那种感觉。你抽一下，很简单，你抽一个。其实我能碰到，我也能碰到。我是能碰到的，我是被碰到的。我碰到了，你碰到。好险，你掉我这儿了。你他碰得到。你们都碰得到啊？对呀、啊，但我感觉很靠近，你碰不到，我也碰不到，他也碰得到。我是碰到一点点，我是碰到一点点。这是什么挑战啊？某一种运动吗？这是什么挑战？这个，这个还有那个，真的挺难的。就跟这个一样，这可能跟遗传基因有关吧。这个，我不太行。我主要是我那个发了微博之后，评论全是嘴，我就看得我很不心。但我也整不了。嗯，哇，你们都整得了，就我和柯迪你整不了。选上了，选上了，我太棒。但是这个你不行啊。韩国老师说，这成人之后会，朋友会邀你一起出去喝酒，然后在酒里吐口水、扔臭袜子、洗臭袜子，然后洗手，然后把酒喝下去。对啊。Oh my god。所以说，好像就你成人，就是朋友会给你一个吻，还有一个香水，还有玫瑰花。对，香水、玫瑰花和一个吻。哇哦！啊，但是这两个传统好像是韩国老师骗我的，当时有被吓到。这孩子本来就挺土的。再记得一下我的那个，肯定会更土的。可以。以后你就是我的接班人。等还得写，就是想觉得编曲还得自己改一下，想去找一下老师，然后词儿的话也还在写，应该疫情过去的时候肯定会出来了。完不了了，今天已经完结了，已经完结了吗？我觉得已经完结了。自从看了小刘刚拍的时候，你帅啊拍的，没有，我就看了他的那些技巧，就各种乱摆啊，这样摆啊，就会了一点。还有就是在别人给你加啊，所以我发现，哎，这个角度好看。马大爹，张真源，大爹，好吧，我要看贺仁，想看张真源穿裙子。为什么？啊？哎，只有那还是贺锦丽嘛？不是，你要张真源表现欲，没有表现欲，没有，觉得可以。你们刚才指的都是谁？是爱，我说的马哥。三条，可以吗？真的可以啊，他就必须跳。那我可以再换一个吗？你换谁？马哥，为什么？
他是小马哥。对，小马哥。对，票多的投谁该？对啊。认命。干嘛？穿什么？穿女装跳女团舞。还是投小张张，我觉得小张张。那我也投小张张，哎，那就小张张吧。什么呀？这个跟风变得太快。小马哥跳过去。小张，而且他说要跳女团舞的时候，小张就哦，第一个说的要跳 solo。行吧，行吧，那就小张张吧。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跑到街上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可以，可以。买衣服，逛街，逛街，打篮球，打篮球。哎，都干干吧。逛街。自己聊，我觉得挺好。什么玩意？为什么还要你跳跳？哎，王老师。哎，等一下，等一下，有什么意思？听懂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不是，最后到底叫他什么名字？为什么儿子归根在座的各位像不像？就很不懂。不是，是性格像啦。你儿子像我，我儿子肯定像我啊。儿子像我，儿子像在座的各位是哪一位？性格，对啊，真的，他的性格，性格像，对，绝对不能像你。哎，笑死我了。像我就蛮好，我像我自己蛮好。对，我也像我自己吧，像自己吧，像自己。其实像自己，像自己可以跟自己的儿子玩得更开心。只能选其他人了，我还是会选择儿子。我选择幺五。我选小十一。我选大学。我选什么？我选第二。因为想要和你。少。不一样，这样不一样。和群里这个，他不能看他的外表，我觉得他就还是他。你是什么意思？我什么都不能看我的外表，我外表又怎么了？我性格又怎么了？你把话说实像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选小马哥。为什么？因为你选的。因为我想要个女儿。其实说实话，我比较小，跟小哥共享，衣服都挺贵的。就是和他出去逛个街，最后刷的连自己回家的钱都没有。真的吗？对，这是我打的手机。我比较管不住自己的钱。你们俩什么时候出去逛街？就早就出去逛了 ，N 次了 ，N 次了。行吗？你们不是也出去了吗？对啊，你们都出去了呀。我不知道。我们。对呀、啊，哦，你们是回去准备考试了，他们俩出去了，他们俩，对呀、啊，他们俩，你们俩都出去了。早上方便面，中午方便面，下午晚上方便面。早上火腿肠，中午煎蛋。早上做稀饭吧，早上煎个蛋，吃点那种牛奶麦片就行了。三个就要吃。我也想吃牛奶麦片，我想吃那种半熟的鸡蛋。我也想要鸡蛋，对，和牛奶麦片，加在一起。不会饿死。没事。晚餐一般选择饿死也不动是吗？吃大饼儿，那挂胸上那个饼儿啊，饿了就吃一个。那是馕，那是什么馕？馕？那是那种硬硬的吗？不知道，那馕跟饼有什么区别？我印象里那个，我印象里馕是可以砸炉里面，但是饼不一定能砸死人。哦，拍那个视频吗？想把里面的水都用完。我知道我。当时特别粘手，粘手很粘手，我不喜欢粘手的东西。我也是，我吃薯片我都觉得特别粘。你倒还好，还有菠萝，菠萝就还好啊。然后西瓜，苹果也是，苹果也是，不是粘粘粘的，粘的很不错，粘你的嘴。对，我想戴手套吃每次。都好吃，不好吃。自己擀的那种面条，我妈弄的那个什么油粑粑挺好吃，那是一种。麻圆吗？神奇的味道，不是，它是咸的。哦，但里面是炸的油。我晓得呀，哥，我吃过嘞。我妈做的水饺挺好吃，反正还是挺好吃。我觉得我妈做的虾子小面挺好吃的，小面。试过水饺。自己包。小面，我妈做的。每一个水饺你都有一个微波肉。大虾。我妈做的虾酱挺好吃。虾酱，山东大虾酱，一开，跟鲱鱼罐头。哦，我知道那个是那个臭虾酱是吧？对对对。盐会放多，就是。啊，因为盐好香嘛。盐好香，一道菜放半罐盐。
除了是表面还有面粉的层。第一，我觉得刚开始学土豆丝啊什么的，但你会把土豆丝切成这样。还是不要。我是这样，薯条吗？味精，土豆片跟土豆条。你是上半身啊？肩膀。肯定上半身都挺像的。对，还有背也上面。背肌。训狗。训猫了。我去，训猫，猫会听你的吗？猫不会吗？它不会呀、啊。为什么不会？它现在不会。快速眨眼我学会了次，你们肯定都学会了。王胜老师是不是你那个生活小妙招学会了要被你妈妈打了画画不是又会了就可能有一丢丢会一丢丢对我学了毛笔字的楷体就做那楷体我学了一点点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喂请讲弟弟弟弟弟始终是弟弟哦都是弟弟哈哈哈哈哪里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弟弟行不行不要玩不要玩不要玩第三圈这个就不说了我也可以我肯定是倒数第一名安若没谁了就是像我们试一下吧菲利我是谁菲利我也可以我肯定是倒数第一名如果没有光我可以睡得很好这哪谁知道谁是啥有什么死亡芭比全部都是死亡芭比粉那我也觉得死亡芭比粉吧大家都挺深的不我记得有个色号是黑的全黑纯黑的那种重骨夜酷黑重骨哦，对，这个颜色，樱花色有这个颜色吗？樱花色是樱桃色，我也不知道，随便的。不是，烂番茄。啊、哦，烂番茄。啊、哦，臭的吗？就是不是，它是那种，就是番茄烂掉的那种。我不知道。哎，老干妈色，老干妈。豆沙色。啊，我刚刚看了，想吃。它是流油那种。对。有纯白的口红吗？有啊，有就是白色。有。什么都有。那种鬼片里面的。有颜料边。名字都取好了。就是不知道叫。一直以为口红色号是有什么极低，我知道 TF 拍口红，好吧，那我选 DC， DC 神奇女侠美丽，我比较喜欢漫威，但是大家都喜欢漫威，我觉得我要与众不同，我要 DC， 超人，钢铁侠，钢铁侠，因为他有钱，他三秒钟就可以买栋大楼，然后直接把那个，因为我喜欢那种变身的感觉，我感觉我也比较喜欢，我们有几秒钟可以买下钢铁侠。钢铁侠智商比较低，因为当时看到他在纽约市中心有一栋那样的大楼之后，就决定喜欢他。我比较喜欢老爷，是吧？别人买了楼就把那个楼给他就炸了，炸。哈哈哈哈哈！这可是秀的呀，你确定吗？你要按实际的说，你要按实际的说吗？你要按实际的说吗？说说吧，我说了啊，说，不要后悔。停。真的很佩服他，真的牛，真的牛！我的零送下去，我的可以买克机。我给他背出来就是丁儿，然后小马的没背出，因为我知道他是谁。我算轩，不知道。不是，你是名字的话，那个微信名一眼我就看得出来。不，我也可以。第一个，那就是丁儿。那天 Y， 然后聊文也是，我一看就知道他是谁，那他就是 YHX。厉害，女生要是看身高，要是一米七以上的女生，那就八十斤，七一百二以下，我一百一以下，一米七以上的女生一百一以下，我觉得一百二以下或者一百二左右，一百一以下都不算胖，我宽容一点，这个胖我也决定不了，我105斤以下，我也太喜欢吃了，男生呢？男生一百五以下都不算胖，我再宽容一点，130。一百五以下，你啥意思呢？你这哦，你我还专门挑了一个你。没有没有，我已经脱离这个。我在家都是这样穿的。我都是这样穿的。我在家都是这样穿的。我都坐在那个什么？哎，我都坐在。我是靠着床边的，我是靠着。靠着椅子。我是就是我会坐在书桌上，然后这么靠着这么看。我是端端正正的坐在书桌上。除非下次记笔记或者做题的时候。哎，我们三个一起的话，我们在一起。这样子真的。那就是这样的。对，每天都是特别开心的生活。这问题。What？ 起来看一下，是不是自己是不是走错宿舍了？不，我可能以为我自己还在做梦。你当然是全身看了，看自己啊！你是啥意思？对啊，先看看自己是不是人都变样儿？对啊，你看，大家都变成女生。对啊，我也变成女生了。自己
自己没面子，我能咋办呀？自己没面子，我的印象好了，先把他们摇醒，开玩笑，问他们让你他妈接着睡啊！杀手我要当，我也谍战片，我们也谍中谍，好不好？我要警匪片，我也侦探，演那个速度激情可以开车，速度激情经费太大了，哎没有，结果真的让我们去演速度与激情，别人看的都是什么法拉利什么的，我们就是玩具的，张志远那天在那放的那个奔驰什么，200多块钱，全部在里面演速度。蛮有意思的，一直都是很喜欢这个角色。演什么呢？演浪漫满屋吗？非常好奇。演个飞屋环游记。侠那种。绝代双雕。三少杨过对吗？就变味儿那句话就是。三少爷那叫什么？三少爷的剑，就是拔出刀来必须要死的人。亮剑吗？哎，我们去演亮剑。亮剑哪一场戏啊？意大利刀那场呗。那谁演李云龙啊？我演，我是李云龙。那谁演那个？我演导演，我要当导演。旅长，或者是旅长那一场呗。我要演功夫片。我想演燕双鹰。啊，也可以。哇，燕双鹰好帅啊！肯定帅啊！我赌一块大洋，你的枪里没有子弹。靠一块大洋花架制服。看过一片。昨天晚上想去一趟林间小路和你配合配合。我怕，我其实蛮怕高的，但我想试一下跳水。想去海上游泳。你有没有划船？在海上了吗？都可以。哦，我是真的怕。一个人在岛上吗？学校还是有放一个人去。我是为你好。哦，是为是福，我是为你，那你失去我本事。退休，退休有多少钱？退休啊，那个时候应该有200家公司，然后多少钱？500强了吗？干嘛呀？就前200都被我花了，一个行可以，估计也得有一个千万亿吧。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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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交税就得交1000万亿那种。对，那肯定税也是得交的。不行，没有多少钱这个日子。尽量吧。对，尽量。做公益事业，能让自己过得开心就好。身上留个200多块，出去喝点茶，聊会天。全程民工日，且可以。想想起。笑吗？笑，可以。不穿秋裤，算了，没事。谁不穿秋裤？我不穿，我不穿。我要去。我穿，我穿。年轻人不穿，我没穿，但我这条裤子是加绒的哟。你现在还穿秋裤了？对呀。不能让自己看到冷酷。他穿棉袄。我队友他。他真的很胖的。我给他发了红包。我是什么呀？他把我垫付了个东西。给爹发了个糖果吃。他问我觉得可以不？啊？对他发照片。啊。啊。我忘了。不是跟美鼻，美鼻啊是吧？那就是打电话吧。拜拜，他发了，就是问他在干啥，就发了一首歌，觉得怎么样？牛，然后好听。你在我面前发的、我想起来了，他问我电脑密码是什么。对啊。我手机是如果啊，不好意思，我叫如果，这反应很明显。我腿都是麻了。对啊，叫请上楼，请上我们这个18楼。我在这儿。上楼啊，那就直接按啊，请，这样，拉上来，那我感觉就是把自己卡穿了，又不就是那张图吗？啊，你让图啊，我不知道，真的，真的呀，我不去，霍金告诉过我，外星人要求去自己的星，不要去。烂条！我想带一把光剑，加一把沙漠之鹰手枪，最后再加一个手机肯定要带，电器肯定要带。我有了手机，我就发。
发现了外星人，我拍回来了。不是你咋充电呀、啊？那插头是来的吗？充电宝呗。我现在万一说不定别人外星人科技我们高，电这种东西是只是别人用过的东西，然后它是轻松的东西。对，娶、哦、你。我们法定结婚年龄是一堆人说的。对呀、啊。哦，那个。哎，但是大家都不行，我才来的。哦，当时试了好多人嘛。对，刘耀文特别棒。什么？我特别佩服刘耀文的那种精神。但是怎么都，我是手，因为手的问题。当证婚人的那个。哦哦。月老不是证婚人，是那个。什么？我这个月了不得呀。啥了不得？好好好，咱们可以耍你。是能说的秘密，他说我这个秘密可能不能说出来。上热搜的秘密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哎，他们在微博上跳星宝岛，还真的是知道吧？真的真的跳，很多人都跳了，特别好，特别棒。可以可以可以，哇，我看到很多，确实有两个跳的还不错，真的跳出了咱中国老百姓的精气神儿。说啊，精神，你能不能把它剪成一个视频又发出去？哎，提醒啊。我是那个合唱吗？有点甜。谁和你合唱？哦，他当时直播的时候，直播那女生一直让给别人，他自己唱男生。哦，对对对。就是下去看了一下，挺多人唱的。在机场。然后还有那个评论，评论，哎，发个微博评论一堆嘴。啊，那个。三个底。热搜。对呀，我一点开有什么？他那个是那个。他的那个头，然后就是看到一个，就是好小的时候了，好小，那时候是那个去泡温泉，泡温泉，一六年，应该是一六年，我有一点无语，这个什么？这什么？啊，小马哥的那个是不是？还有张人在飞机上睡着是吗？哦，那我还有你呢，来，谁呀？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我知道，我知道你要玩那个，要玩那个，当然是巴克。没有小心，没有小心吗？没有，是吗？对，我都看到不止一个小心吗？下一个问题。这是什么小习惯？大家睡觉都是睡觉呗，没有小习惯。你看他们两个就是最心虚的，你知道吗？对，耳朵都红了。我是心虚，我能解释，我能解释，我能解释。什么小习惯？没有小习惯，睡觉怎么睡？大家分床睡。抱在一起，什么？我给你们讲一个在韩国的故事啊！我这就那天很精彩，那天啊，上天在外面听，上天还跟我说呢，那你要不要来跟我睡？他说好，那我就来跟你睡。然后要不就说好，那你跟他睡吧。然后过了一会儿，上天你过来睡吧。上天你过来嘛。然后上天签名，哎，上天你过来嘛。我要解释了。我要上天好吧，那我勉为其难就过来了嘛，然后两个人就睡在一起了。哎呦，我是看他想，哎，我也不想说。刚到韩国的时候说分床睡，然后两个人就说啊，我是外面，我肯定也不害怕。结果每天晚上都会发现他躺在，没有每天啊，几乎前面嘛，前面每天，前面只有一天，前面只有一天分开睡的，啊，只有一天分开睡，啥什么？他几后面的几天，后面的两三天嘛，什么两三天，差不多五六天，就是你，我过去了十天，当时发微信我说，就是你睡了吗？他说没睡，我说我现在感觉我有点睡不着，没有，他们两个最搞笑的是第一天过去的时候，现在的房间里面。睡着睡着就跑出去睡，就是我说那个晚了我去睡觉，然后他们俩还是就他在外面睡，他在里面睡，然后早上起来就睡了一次。啊，这小孩子，是 OK。我们说什么了吗？没有说什么。没有。可以啊，我觉得很帅，很有个性啊。对啊，很帅啊。你知道你像那种乐队里的贝斯手，对贝斯，砰，然后我这种都可以直接去，啊，再聊一下，是会那样弄起来的。我要夏天穿高跟，有些不贵，你知道吗？有些是弹一下打自己眼睛嘛，甩一下或者手麻一下，然后继续弹。这小学不都学过了吗？就这样，报警啊！报警！拿一根竹竿，足够粗的，对对，去勾，然后去勾它们。啊，就所以你们都不愿意下去，就是你下去，他在那种自然就很挣扎的情况下，一不小心也会把你给弄
对呀、啊，你拿个够长又长又粗的那种竹竿，抱着一个一个钩拉住就得了。大家都非常的理性。我要感性一点，我二话不说，我想都不想，我直接跳下去陪你们。当时我把我游泳的技能都忘掉。我怎么样？义薄云天。对。大义情比金坚。是他爷爷。我是他干爹。我是他爷爷。你咋这么干爹？你说的呀、啊。我说，我要当你的干爹，好吧，买了就你就当他干爹吧。是你说的啊。你连给他粮食都没有买，你知道你六只粮食多贵吗？我叫十点客粉。他不会对你呲牙？他会，哥吃肉夹馍吗？哎，不是吃汉堡，哥里面那个肉。就是那样，一跳起来咬走了，你知道吗？就趴到那床底下去炸，就这样，好生动啊！要是我家的狗，我把它打到服，我就是啊！我跟你说，抬头精神，然后我就拿扫把，我就开始捅它，你知道吗？把它弄出来，你知道吗？它会不会咬你啊？不是，因为我怕它噎死，你知道吗？因为它每次就是会嚼，你知道吗？能打一块儿。它会不会咬你啊？什么是泡泡？什么是泡泡？上圈裙子吗？我连泡泡裙是啥我都不知道。有一种猫是无毛的猫吗、嗯？我的目标是养一只加菲。我想办法让它养乌龟吧。哈哈哈哈哈。小的乌龟，我们还可以赛跑。对，它还可以送我们走。那我要养乌龟出生。大家去吃中餐。哎，勤快。魔方，那种可以爬，一点电磁的而已。我觉得可以风格反应大。我比较喜欢陈立老师。我觉得刚开始，我觉得那种裤子会长。最难克服，这个就是裤子大了，它掉了吧？应该是裤子掉了最难克服吧？因为我每次上台前，我都会想，哎，裤子穿掉了，我要该怎么办？我要该怎么办？衣服没穿好的话，你可以边唱的时候把衣服脱掉就行。你们啊，问题我觉得是可以解决，但是这个裤子掉了吗？边骑我到底是跳还是提？对，到底该我到底该坐些尝试？我是不是该把提上来呢？是这样跳呢，还是就这样走位呢？先突然听到唱着唱着，对不起，然后你开始撸裤子了，顺势跪下。裤子这个东西得自律。马，波斯猫，因为它刀不波斯猫，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我也有点知识。不用你回答，不需要你。不知道，我植物不了解。向日葵，因为哪边有太阳，它就往哪边。好棒的寓意。山茶花，山茶花比较红嘛，山茶花就感觉内心似火。牡丹花，富贵。菊花，爬墙高椅。爬墙虎又是为什么？莲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天空万枝不乱，月枝知道吗？我觉得仙人掌坚韧。好，松树，铁杉，梧桐，木耳。好。为啥这么说？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生长在那种恶劣的。哦。啊。我们这环境很恶劣。哪种恶劣？我们周围环境很恶劣。不是好奇妈妈的话。说了好。嘿。还是听妈妈的话吧。听妈妈。大太阳。大太阳。暴晒。周末人吗？干旱。不行。一个是天气，一个是灾害。不是。太阳就一般。那个活泼中又带着一种内敛，然后积极向上中又带着一丝丝的俏皮。太阳雨，太阳雨，可以可以可以，太阳是风米芥末。不要盯着我哈，你搞得我很尴尬。空米芥末味，这是什么奇怪的味道？你们没吃那个黄色的那个？吃过、啊。那个炸鸡上面。哦。没吃过。听名字，让人有一点不敢靠近。但是慢慢的接触了它之后，发现它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很好的点。发现它和那个本来的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种相反的那种国语，啊，会让人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有一种反差的效果。哇，太厉害了 ！Red， 黑红的，因为。
有一种酷的感觉，但是又很正。我也是。我就是黑金。黑金。腹中带酷。看不到，就是表情包。姐妹联系。哎，就那个，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你看过那个？啊，我看那个，看那个，就那个。什么东西？快说清楚，是为什么？啊，或者是那个踢脚那个？啊，可以。这样，就很棒。给我一个理由，因为土呗。没啥东西。哦，我懂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就虽然看起来我平时话非常多，但是说的都非常在理。然后呢，很接地气，对，很非常的接地气，非常了解明星。然后这个姐妹，对啊，这个姐妹和大家关系很好，就像兄弟一样，对，这种齐力。所以呢，那就是我非常的喜欢大家，然后大家相处非常融洽。他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哦，少花点钱。我会告诉他，明天的彩票号码到底是。高，实在是高。没有，不会，不会。我觉得过得很棒哦，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也喜欢。如果我不是爱这样的生活，我早就已经厌倦这样的生活，我就不会再这样的生活。活泼，是一群开朗，一群积极生活，积极向上。对，积极向上，要传递给。大家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正能量，在学习中，然后在这些工作中，然后我们也依然两个都不误，向大家展示中国少年应该有的风采。对对，来啊！我觉得慢慢来吧，先完成万人，再完成十万、五万，再完成十万，这么快就十万了。是不是你目标还是要有的吗？张震岳是开完万人演唱会之后就等十万了。独一无二的特长，腿特长，手特长，这遗憾。对，最遗憾的是，也没有什么遗憾。我觉得发布会出到那个车站啊，对，那些没有，还有一些活动都没做完，对，那是蛮遗憾。一些活动。我失去了成为年级第一的。正直，接着说。成绩，年级第一的。怎么样？实力。可以可以可以。怎么可能后悔啊？你一般说这种，有点违心了。就很违心，肯定有，就是我有过，肯定大家都会有那么一段迷茫的时候，就肯定还是，但大家都坚持到现在，我相信都是有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对，拥有，永驻青春。我觉得永远开心。女生不都是喜欢永远十八岁吗？那我祝他们永远十八岁。对，永远开心，健康就好，想什么有什么。可能是我的某段珍贵的回忆吧。如果是也记不住自己的家人了吗？对。哦，那好可怜。如果互补，可能是特别痛苦的事情。对啊，相似和互补，互补比较重要吧？互补比较重要吧？就相似的话，取长补短嘛。我觉得都挺重要。相似跟互补都很重要。如果你没有相似的地方的话，你没得补，感觉还蛮可怕的。求同存异。那你们觉得你们是什么样的呢？有相似也有互补，我们就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我想知道，我也想知道，我并不想知道，因为我觉得，我想我人生中有更多挑战。其实看到也行，因为我觉得我会扭转我的未来。我不想知道，我想知道。我觉得还是得人生处处有惊喜才行。对，你有手都已经知道自己的路是怎样的。再去走，感觉就是，有一点无趣，好没意思。他只需要告诉我一个字，好，那我就不需要知道其他怎么想，我知道我怎么玩，怎么过，都最后会是好。想剧透，不想知道。啊，就我一个人想知道吗？其实我也不想。其实怕知道了会失去一些动力。对，这是真的。但我就是好奇心。对。但是我有那种感觉。不是，你怎么知道过好吗？这东西怎么评？对，我怕无法接受。我第一次看到那种好，我也相信我能改变。我觉得只有过好，我们把这个自己知道。
主要是知道了之后，你就会去想到底我能不能，就是我怎么做之后会不会还是这个样子，就会有这种想法，就会过得很小心。对，看多了，1%，剩下99%，还得一步一步走。99%吸引的地方，对，觉得是，嗯，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然后做作品，这样对这样一个态度。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我喜欢他们身上的那种个性，就是我觉得个性很强烈、很鲜明，我很喜欢。我是先被为人圈的粉，就是为人，为人，还有为人。哦，然后再是唱歌，然后再了解了他的。那我还是歌曲想法。我觉得就是少年吧，大家都有少年气。我觉得应该是成长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一次能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对，每一次都有他们想到的，惊喜嘛，就不断去尝试吧，成长，对，就现在啥都想去试一试，所以说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现在还小，完全合不出来，不安全，我觉得我性格就是挺完全的，我也觉得，就一看我就是那种比较刚的那种。但是我是一般，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和别人有太多矛盾的那种，所以说我觉得还好。那不安全的就是，如果有矛盾，我打不赢别人，特别不安全。我跑也跑不了，打也打不过，我不可能跟他说兄弟，来我们来谈判吧，别打我啊，我们来说。会从开始吧，就是第一天。然后再写一些成长的过程。以水吧。为什么呢？就是感觉大家就是来，就是不同的领域，然后汇聚到一起，因为水最终都会汇聚到一起。全是灯泡。我想开四面坛。好。真的。好。可以。四面坛其实很难的，就是很爽，那种感觉太爽了。如果它是摇滚乐。你们能想象吗？我们自己写吧，到十一月再投那在上面摇，对，好爽啊！好爽，让保安大哥踩的印象是吧？希望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站灯棒灯，希望全是就一样的灯棒，就希望然后一起吧，能够就是那种中控的那种，对，有中控的灯棒，对，就是每首歌可能会有不同的灯棒颜色。然后整个从整个场子看起来就很好看。其实主要还是说一个颜色，希望能配合，就是什么观众，就是能配合，就还挺好的。对，披头士，我喜欢酷玩乐，然后这样，就是太久了。我看剧看哭了，我也是看。哦，我看《我和我的祖国》看哭了。哦，我也是看剧。哦，我也是看剧。看《请回答1988》。我是看漫画看哭了。不是，我和我的祖国，开国大典那个升旗那儿我哭了。然后，香港回归的时候也是。哦、真的是。真的。哦，那个小孩子摇旗呢？我是差一点儿。那还是那个。哦，我。一年多前了吧，好久了，忘了。中国机长。哦，对，那个，我那个写的太厉害了，和啥不一样？所以脱离了为什么？会有一种成年的自豪感。会有对，对，在座的都是小朋友。对的。可以。真的会这样，就你成年了，就感觉会有自己身上自带一种成年气息。没有成年不能体会的。走在路上，他哇，他已经是成年了，他在这样走。我要当队员的力量。大力，我也想当队员的力量。我想要小马哥的厨艺。什么呀？小马哥的厨艺。厨艺。哦，厨艺。这锤力。托尔。看视频。昨天我们三个。就在一楼，对，在一楼干嘛？就是一直在那笑，不知道干嘛。我在看，我最开心的还是有一次上网课的时候，
我也是，我们两个最开心。我们俩上网都太开心。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我也开心。对，所以他觉得大家都开心。感觉适应了一下，就知道是个什么感觉，能去制定一些目标。别把自己当回事。你爸经常聊好多剧吧？爸，对的。自己。一半人一半吧，他人也有，70/30吧，少不了他人。今年音乐会，我们两个7点不才睡着，哦，早上起来居然还能把歌唱完，我觉得也算是奇迹了。那天上医院了，去医院了。哦，7点不才睡，11点就奇迹，奇迹，真是奇迹！我都不知道我嗓子怎么撑下来。我觉得哈，我目前的创作水平还没有到那个，但是如果实在要我创作的话，我会先把我的创作能力提上去，然后再以团结一起往前冲的主题写出来。来源于我们大家的经历，就比如说，我想写我很开心，我肯定就会想我之前为什么开心，一些事给写出来。经历，这就是一些经历吧，生活中的经历。嗯，表达和理解。我觉得其实理解更难一些。因为我觉得。想表达出来东西的话，其实如果你自己真正想表达的话，你可以把自己想说的东西都说给你想说给那个人听。但是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其实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到你自己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说我觉得理解一个人其实才是最难的。有什么难过的？厉害。厉害，我觉得没有什么很难攻克的。这一句话，你只要不制定那么大的，你要不是说就是我要2年之内我要当宇航员这种，不太可能实现的这种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是很好实现的。我失去了可以去当篮球运动员的地方，每次打篮球打得很嗨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想，哎呀，我应该可以去打 NBA 的呀。那还得应该。管不住自己的嘴，我觉得感性理性都有。哪方面多一些呢？感性一点。你点什么头？你为什么逗我笑？你18岁了。可以。我觉得发展是哪个方面？我正确道路在走。对，有一点方向，只要比今天比昨天好，我觉得就是要有自信。对，舞台能再弄好一点。哪方面呢？就舞台上面该有的方面就可以再优善一点，优化优善一点，不要那个新疆台。对，喷个火呀，下个雨啊，就肯定都是有进步的空间的嘛，对不对？就不要一直停留在一个层面。要进步，失去的会是支持和希望。失去的就是大家对你的那个心呗。失去的是你的一切。失去的是自我，因为没有人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喜欢你。理所当然。对，就是肯定是有原因的，就没有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喜欢你这种原因。就是别人一向给予你安全感，你不能完全。想不起，对，就他能给你什么，也会让你失去什么。那种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理所当然之后，就不会再想着要去干什么了，就可能天天在家里面躺着就好了，然后什么都会没有。我们是结合了初中、高中的团，对，祝大家有用不完的化妆品。哦。
祝大家有用不完的钱。祝大家的素颜是最好看的。还有，不用化妆了，化妆出去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运气特别好。其实还是要永远开心，永远开心，我也觉得。我在想自己的表演，然后还有那种要做那些。其实我还是回去看了一下视频，对，还是很多地方需要再练一练。我是在想，如果那天把那些东西都做了，嗯，那就兴奋入睡。对，那天你睡了是吗？哇，今天晚上睡不着。我就觉得，但我还一直在想，印象特别深的那一块，虽然不是我，但是是按下按钮那个，因为可能它那它把两边会有个那个灯 LED 是往前窜的，嗯，然后当时就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它还可以走更久一点。